为了一只仙草，他放弃年薪30万的工作，接手欠债百万的公司。感觉吧，自己选择买这个公司，可能是人生最大的失误。都觉得他是个烫手山芋了，宅子还发120万来转过去，我们想宅子是不是傻了？又是什么奇思妙想，让他绝处逢生，把仙草灵芝和地道的土鸡完美结合，创造出属于他的财富传奇？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生财有道》。生财有道，致富从这里起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鲁欣。今天的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有青山，有瀑布，还有我身后这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。我来到这儿啊，可是带了工具，嘿，有备而来的。为什么带着它呢？因为啊，我在当地啊听说这里有一种非常美味的食材，但是呢一般人很难得手，因为啊想要得到它得费相当大的一番功夫，并且一定得依靠这个工具。在生财有道这么些年来哈，这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我都动手亲自抓过了，这身上跑的肯定也不在话下了。走吧，今天就给您来露一手。我了，我这一只鸡也没有扎到啊！果然是名不虚传哈、啊，很难得手。他们一个一个这个脑子特别聪明，会跟我玩这个迂回战术，而且体力比我好的太多太多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想要抓到他们，我请来了一个帮手，就是他们的主人翟志。哎，老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大家好。翟志，四川遂宁人，鞍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。老翟，你家的鸡太厉害了，就这样，你看。近在咫尺，我却难以得手。我说，要不然你来帮我抓两只。啊，小张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别说你一个女孩子抓不着鸡，就是我一个大晚上想去抓这些鸡，也不行了。我们要抓鸡也要晚上，因为我们的鸡成天在外面飞，在外面跑，它就像练了武功一样，野性很强的。我天哪，就是你养的鸡你都抓不着。是啊。都晚上抓。对对对。你确定晚上我一定能抓到吗？对，肯定是，我们晚上肯定能抓到鸡。行，那咱们就晚上见。好。时间到，行动。老张，咱今晚从哪儿开始下手？哎，我们就打那树上那一只吧。哦，还真是。它怎么在树上睡觉呢？这个土鸡呢，它必须就在高处上逃避它的天敌，比如说蛇啊、黄鼠狼来侵略它，对，它有安全感，觉得。但我还是没搞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半夜行动呢？因为这个鸡，这个在白天它的视力很好，晚上这个漆黑的环境，它视力很低，我们只要。去抓他，他没有无处可逃的。啊，这样，啊，你就徒手来是吗？嗯，对，就这么去抓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很轻，对对，很轻松的。我还以为他一定会逃跑，对，很轻松的把他抓住了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他也受到惊吓了。翟志是如何走上养鸡的道路的？2009年2月之前，翟志在遂宁市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副总，年薪30万元。但是这原有的生活轨迹竟然悄然发生了改变。自己开车到云南去，然后就接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一个电话，他说我有急事要找你，你在哪儿？我说我在正在去云南的路上。他说你赶快回来一下，他说这个事情非常的急。这个叫是翟志的好朋友，时任遂宁市马家乡的党支部书记。在周围的辖区内有一家做灵芝盆景种植销售的公司，该公司已经亏损多年，希望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翟志为其出谋划策，走出困境。你了解一下，他们把这个灵芝用来做成那个盆景，很漂亮的一个。
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翟志作为管理顾问，多次为这家亏损多年的灵芝种植公司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。没想到三个月后，周围再次找到他。我说这次干脆你就接手吧，老板也有意转让。周围没有想到，自己也就是试探性的疑问，翟志竟然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天上掉馅饼了、这么好的事情。为什么觉得是天上掉馅饼？因为他这个公司现在现存的资产，按这个是他的材料各种各样的东西加起来应该值200万左右，包括前期的亏损是接近300万吧，但是他开给我的价格是120万。其实我们公司连续亏损了4-5年，都亏了100多万，都觉得他是个烫死山芋了，翟志还发120万来转过去，我们想翟志是不是傻了。接手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一切都在翟志的掌控之中，他心目中可以治病救人的灵芝仙草给他带来了无数美好的遐想。然后我们把灵芝种下去，长势非常好，很漂亮，真的是一片金黄，可以说是嫩黄嫩黄的，这一片金黄真的很震撼的。当时我心里挺高兴的，我说这个要变成钱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待到灵芝长成可以上市销售的时候，翟志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预想过的大麻烦找上门了。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灵芝有10000多盆，到了销售的旺季的时候，我只卖出了100多盆。10000盆灵芝盆景为何只卖出了100盆？翟志口中念叨的这个好东西为何遭遇了市场的滑铁卢呢？消费者呢，他也没有这种消费习惯，因为这个盆景它会很快的失去它的观赏价值。那他吃灵芝他怎么吃他也不知道了，他吃了真的有什么功效他也不清楚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的产品定位出现了问题，这个产品销售是失败的。就在大家认为翟志会跟前任经营者一样转手把公司卖出去的时候，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异常震惊的决定。我把自己家的房子，我弟弟家的房子和一个朋友家的房子，三套房子到银行去贷款，当时贷了400万。他的这一疯狂举动终于把老父亲给激怒了。我都反对，我以前那么做，把你自己搞穷了不说，连家人都穷，大家的房子这是阻挡都没得。400万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翟志究竟要用这笔巨款做什么呢？他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？根据我们以前在外面做接待这种经验，很多这种特色的餐厅，主题餐厅，我说如果能够把灵芝融入这个餐饮里面，做成一个特色的主题餐厅的话，那应该非常好。随后翟志带着自己重金招聘的厨师团队开始研发菜品。廖师傅，这一盆黑黢黢的汤是灵芝水吗？对，灵芝水。这个是熬的还是什么？就是泡的呀？熬的，熬2个多小时。熬2个多小时呢？我拿一块看看哈。可以。这灵芝煮完之后竟然是软的。你煮了2个多小时。不像在地里那种是一个硬邦邦的木头状啊，软的。对。这汤我能尝一口吗？可以。哇，哎呦天哪，太苦了太苦了。那你们这个灵芝这么苦怎么用来做菜啊？这个是来勾芡的。勾芡的勾芡用。那还有呢？这个灵芝粉是来腌肉的，像腌花椒那些腌肉在里面。是当做调味料来腌肉的。就是。那你这个量平常是怎么掌握的呀？4两肉的样子，用0.5克。这是4两肉是吧？4两肉你用0.5克。0.5克。你勾芡的话，你像勾芡的话，你差不多就用8到10克就可以了。就是一般一道菜用8到10克的灵芝水就可以。虽然有了专家的建议，可是味苦的灵芝入菜真的可以吗？翟志的乡村酒店位于遂宁市安居区莫溪镇，就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餐厅，每年可以为他带来200多万元的收入。
今天老宅请吃鸡，就谢谢老宅了。这花呀，这是我们自己养的。哎，我刚才看了一眼哈，这个饭店里来了很多客人，基本上每一桌都要点这样一盆鸡汤。我觉得你们这个鸡汤造型太惊艳了，你看这鸡感觉是在泡温泉一样，嘴里还浇了一颗灵芝。你这样一盆鸡汤得卖多少钱？这个一盆鸡388。388？对对。天哪，这是我吃过的最贵的一盆鸡汤了。造型很惊艳，我来看看味道如何哈。嗯。我的天哪，真的，这个鸡汤啊，就是乍眼看上去这造型呢，就是非常的惊艳啊，汤特别的鲜，而且呢，回味是特别甜、绵软的、甘甜的感觉。这鸡肉也真的像你所说的是哈，入口花枝，一点不塞牙，而且呢，就是特别细腻的感觉。美味可口的饭菜，再加上货真价实的食材，很快呀，灵芝宴便在当地是小有名气。并且有很多四川重庆的食客是专程驾车前来品尝，生意可以说是异常火爆，经常会出现要排队等座位才吃得上饭的情况呢。就在这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，翟志呢，他却忽然间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所有人都异常惊讶的决定。我就想养鸡，而且就想养我们四川本地的很纯种那种土鸡。灵芝酒店做得风生水起，服务员都要两班倒。按理说，翟志应该全身心地做好眼前的事儿，可他怎么又想到养鸡的呢？究竟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他？我的爸爸的妹妹，我亮亮去在医院住院，因为生病了嘛，我就去看他。我说，因为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好，我说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说我们餐厅的很多好吃的，我给你弄起来你吃。哎呀，他说我就是。想吃一点那个乡里面那个土鸡，哎，我说这个事情太简单了。到乡镇搞农业的翟志觉得自己在乡下有购买土鸡的优势，第二天便开着车子去了乡镇的菜市场。那看到一个老太太，就一个背篓，就背着几大公鸡，很漂亮。哎，我说肯定农村老太太这个鸡，那肯定这个土鸡，看到又肥是吧，毛色又鲜艳，哎。一问价格很便宜，8块钱一斤。没想到老父亲看到翟志拿回来的土鸡，竟然露出了失望的神情。父亲说，这不是他小时候吃过的土鸡，而是从外国引进的洋鸡。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，翟志每次都是失望而归，一直到姑姑出院康复，最终都没有吃到土鸡汤，而这也成为了翟志的一个心结。感觉啊，这个土鸡是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，很多人都想吃土鸡，但市场又没有，那相当于是一个市场空白。市场空白的就蕴藏着很大的商机，谁如果抢占了这个先机，谁就能够赚钱。一年后，就在翟志认为土鸡已经绝种，心灰意冷的时候，饭店厨师长带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当时那天去买菜买完了，我说去鸡市场去看一下，无意中我就看到这个鸡，但是鸡很多。我就看了个鸡很好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厨师长廖富明以16元一斤的价格买回来两只土鸡让翟志判断，看到自己寻找多年的土鸡，翟志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我马上下午就拿一只回去给我爸看，我这个是不是土鸡？哎，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小的时候见过那种很纯良种的纯种那种土鸡。你一直说要找这土鸡，四川本地独有的土鸡哈，那这土鸡到底有哪些特征呢？这土鸡特征最基本的，首先看它的体重。你看这只鸡，它这个有180多天了，它体重还不到4斤。啊，然后你看这个鸡的第五个脚趾，这也是土鸡才有的特征，因为土鸡要至少养到180天以上了嘛。它这个脚趾是要150天才开始生长，才刚刚开始冒出来。确定了这就是自己寻找已久的土鸡品种，翟志赶紧掏出电话，让厨师长再次回到菜市场找到卖鸡的商贩。我说你这个鸡，我筐里的鸡我全部买了，你带我回你的家去看行不行？他可以。最终翟志以12000元的价格把商贩家中所有的鸡群一并买走，正式走上了养鸡的道路。但是对于一个从建筑行业转型搞养殖的人来说，翟志缺乏实际操作经验，
而这一软肋正在一点点消磨开来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。十多只鸡，因为我就十多只鸡，应该比较正常吧，也没有在意。偶然有鸡死亡属于正常现象，但是随后的几天，翟志发现情况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。不到十天时间，大概死了1000多只。此时技术员已经慌了神，翟志心中也是异常忐忑。冷静过后，他决定赶紧请兽医站的专家来进行诊断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其他的比较差的鸡能该淘汰了，我们就把它杀掉，能够治的我们就治。1500只鸡死于鸡瘟，翟志的直接损失至少达到12万元。翟志心中暗自感叹，养殖真难搞。就在翟志送畜牧站的专家离开时，专家的一句闲聊让翟志如获至宝。这个我们养殖场那个路边就有我们林子种子基地那种段母啊，也有那种品相比较差的林子，就扔在了路边，没用的，我们就让它自然就烂在地里面当肥料的。哎，他说你这个就是灵芝嘛？我说是啊，是灵芝啊。他说你知不知道灵芝有什么功效啊？我说这个灵芝就是这个中成药嘛，可以提高免疫力嘛，是啊是啊。哎，他说你这个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可以这个人家可惜了，你可以把它用来加在鸡的饲料里面，用来可以增强鸡的免疫力啊。于是翟志赶紧把灵芝同粮食饲料一同加工成小颗粒。没想到鸡吃了几口之后都纷纷走开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我就问这个员，怎么会不吃啊这个东西？饲养员就反问我，他说这个苦的东西给你吃不吃啊？本来翟志是想把灵芝当作零食来喂鸡，可没想到鸡群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翟志赶紧回办公室开始了网上学习。当时我按着10%的比例把灵芝拌在了饲料里面，哎，这个鸡就特别喜欢吃了，几下就吃光了，和以前喂料一样。哎，当时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高兴，高兴惨了，真的是。翟志照本宣科，搬照他人的饲养经验，把灵芝按照10%的比例添加到饲料当中。这一下子终于是如他所愿的，小鸡们出现争先恐后抢食的情况，这可把翟志给乐坏了，因为这预示着灵芝鸡马上就要喂成了。可就在翟志沉浸在无尽的喜悦当中时，没过两天他便遭遇到了当头一棒。你手上拿的这个是饲料是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按照参考资料上那个中药喂鸡的10%的比例，用灵芝配的鸡饲料，鸡当时挺喜欢吃的，这个一吃进去真的就出大事情了，把我整惨了。当时翟志究竟遇上了什么麻烦？难道是灵芝导致鸡群出现了异常吗？因为当时按我们的产蛋量的话可以达到60%，我们所有养的母鸡当时每天能够煎到300个蛋，但是第二天就开始蛋就减少了，第三天第四天逐渐的降低，到第五天的时候只煎到100个蛋。那么我们的鸡有没有生病，有没有吃其他的东西，有没有其他异常情况，肯定是我们添加灵芝上面出了问题，应该是添加比例上出了问题。此时翟志忽然意识到，添加了10%的灵芝作为饲料是导致产蛋率大幅下滑的罪魁祸首。当时我们采取一种比较科学的这个组合的方法来解决它，进行分组，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饲料按照不同的比例做了5组饲料，然后我们的鸡群呢也分了不同的鸡群，最后呢我们就选定了一种对蛋对母鸡时候的配方，对公鸡时候的配方。那到底是什么配方？我就特别好奇啊，这灵芝到底怎么样喂鸡才能喂出你这种好吃的灵芝鸡呢？好，这个暂时可能要保密了，这是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。我就一直特别好奇，还不能说，行，那咱就不多问了哈。通过灵芝来增加鸡群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再加上对鸡群的精心管理和照顾，翟志饲养的灵芝鸡再也没有出现过发病的情况。而随着鸡群的扩大和产蛋数量的逐渐增多，此时翟志开始酝酿灵芝鸡鸡蛋销售的生意。可是翟志自认为的好鸡蛋在市场上却受到了冷落。有的销售的好了，一个月销售了10个，其他有的销售点一个也没有卖掉。当他赶到超市和菜市场去跟销售者了解情况的时候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我的鸡蛋和其他鸡蛋
摆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的三块钱一个，可能价格是接近50块钱一斤，其他鸡蛋是5-6块钱一斤，还是比较好的鸡蛋。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林芝鸡鸡蛋无人问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翟志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去寻找新的销路，而是做了一个让众人费解的决定。他说要搞一个茶餐厅，好像是英国红调英国红调的那种，我们当时都很有点惊诧那种。我们都觉得太不靠谱了，都说你那摊事情都没搞好，又去搞另外一摊事情，那个精力也用不过来，我们都说。翟志之前已经斥资250万开了家林芝宴餐馆，为什么还要再投资40万开一家茶餐厅呢？原来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茶餐厅。老翟说呀，他的这家茶餐厅呢，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茶餐厅。到底玄机在哪里？我也没有看出来哈。老翟，你给我们讲讲，你这茶餐厅的玄机到底在哪儿呢？因为一般的餐厅，它就是为了给客人吃饭的地方。而我们的餐厅不仅仅是客人可以吃饭，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，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我们产品的体验中心。在这个体验中心，顾客一进门就能看到林芝盆景、林芝鸡、林芝鸡蛋，还能品尝到四川特有的美味林芝鸡肉酱。鸡肉酱，客人直接可以吃，直接可以拌菜、拌饭都可以吃的。对，你这样做这个模式以后，整个销量有所提高吗？对，效果非常的好。进店的客人呢，他吃了我们东西以后，根据我们的推广，然后有30%以上的这个客人会成为我们的会员。除此之外，每位进店顾客都可以免费领到林芝鸡蛋，喝到林芝鸡汤。由于这家茶餐厅地处市区繁华地段，主要面对高端消费人群。翟志的林芝鸡蛋虽然价格高，但是味道香，营养好，很快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。虽然口碑和回头客慢慢地培养了起来，但是销量始终没有达到翟志的预期。而一次跟客户聊天的过程中，翟志又有了新的销售创意。有一次他就遇见我，他说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给我打折啊？我在外面这个买衣服，这个量大了，人家还给我打折呢。他这个话就提醒了我。我就说是啊，我说量大从优嘛，至少。我说我是不是能够借鉴这个北京、上海这些农场他们的这种会员制服务呢？会员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营销手段，照搬传统的会员制营销模式，真的适合自己的产品销售吗？思来想去，翟志决定要做会员制配送服务。比如说客人要吃我们的鸡蛋，他一电话一到，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可以送到客人的家门口。他要吃鸡，我们会在3个小时之内给他送到位。很快，会员制在茶餐厅正式推广开来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客人是心甘情愿掏腰包成为翟志的会员。工作比较忙嘛哈，他这个包括哈，有时候这个说想喝点鸡汤什么的，他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热腾腾的鸡汤给送过来。从2013年茶餐厅营业开始，翟志的会员数量达到500人，年销售额800万元。翟志把林芝、林芝鸡、林芝鸡蛋还有林芝宴相互融合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销售循环体系，也为他带来了财富。看哈，你刚接手这家林芝种植公司的时候，这个企业呢是年亏损100万。对。那经过了这5年的一个经营，现在整个公司的销售情况能达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这样的，我们2013年总产值接近1500万，这个其中我们的林芝鸡啊，这个产，光这个肉鸡这个销售额达到了这个600万左右，然后我们的林芝鸡蛋接近300万的产值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林芝切片、包子粉加起来大概有不到100万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产品，就是说林芝鸡肉酱，去年进行试生产，大概有60万的销量，剩下部分500多万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品碗林芝宴的就餐饮这方面，对，餐饮的产值。在多家媒体对林芝宴进行报道以后，也有很多的人找到翟志，想要跟他合作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店。但是每一次翟志都是婉言谢绝了，他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产品的品质，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他的梦想可是要把林芝鸡做成一个百年品牌。
由此可见呀，翟志呢是一个做事谨慎、稳扎稳打、一步一个脚印，但同时啊也不缺乏创新意识这样的一个经营者。我想以上这些呢，也正是他的多年的生财之道吧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养殖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我是张露欣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。